百秒有请石浩卫晨带来叶子，计时开始。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说是怎样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挑衅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就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you